爸爸，我想吃糖。儿子啊，爸爸真的没有钱给你买糖了，咱们不吃了好不好？不嘛不嘛，我真的好想吃啊！你看这个哥哥有好多糖呢，我就想要一个。可是一个的钱爸爸也拿不出来。大头儿子，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啊，爸爸？你能不能把你的糖果给那个小弟弟一个呀？不行不行，哼，这都是你给我买的，他想吃啊，让他爸爸给他买呗。听话啊，乖，你就给他吃一个就可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大头，忘记了爸爸怎么跟你说的呀？有好东西要学会分享。今天你给他一个糖，他开心了；明天他有好吃的，他也会分给你的呀。而且呀，你这是做好事了，手机前的朋友们都会很高兴的，他们呢都愿意和你一起玩哦，而且还会给你打100分。好吧，好吧，爸爸，那我把这个小鸭糖，还有这个糖，还有这个糖给这小弟弟吃，好不好？对呀，这才是好大头嘛！大头真是个乖孩子，朋友们，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大头？